分贝导师本研究是在学生在今年三月份刚建的，拥有最新设备的研究室进行研究。在这的研究室还有领域可以让学生们舒适的进行研究。我们石本研究室不像其他研究室那么有许多学生，但是我们可以跟教授对研究进行更深的讨论。石本教授可以让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养成自主性。 此外，我们还会每个礼拜跟其他研究室的同学一起踢足球。石本研究室在研究对下一代半导体和CPU的散热方法，以及半导体的去物。在实际实验中，我们是用微小固体的氮气粒子形成的高速喷雾流的超高温来观测超高温的流速效果。在实验当中，我们是用激光和照相机来观测微小固体的举动。此外，我们还成功的剥离了半导体的抗蚀覆膜。 我已经决定在东北大学读2年研究生，从来年开始我入学。我希望在这2年的读研期间，提高 CPU 以及半导体的散热效果。